爸爸过世的40多年来，妈妈很少跟我们谈起当年的往事。也许是因为妈妈还在，总觉得跟爸爸的联系从没断过。直到妈妈离开的那一刻，我才惊觉到我们对爸爸的了解是那么的少。先生一直鼓励我整理爸爸的资料，在一张又一张老旧的相片中，我开始一步步地走进了爸爸的生命历史中。要把爸爸这段历史不去埋没掉，不是你的孝顺，你的孝顺也成全了在中国电影里头、台湾电影里头，他这段历史不要让大家忘掉，把它留下来，这个才重要。乖孩子，你真了不起。当时这个台湾呢，那个时候民国39年、40年呢，没有人写这个国语流行歌曲，对，没有，几乎没有，都是写唱日本歌，那种改编的歌，还有台湾民谣。对，那周大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，可以说他等于是台湾国语流行歌曲的，他是排名第一，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干这个事儿。就把请爸爸的家人到邵氏来拍，就开始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，也是香港电影上一个很要紧的一页历史。我对周先生、对蓝萍的印象呢，是当然是非常深刻的。我想这个呢，因为跟所有台湾的人，所有华人都对他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因为这部《梁山伯祝英台》的关系。那么我有这个缘分唱到他这一部作品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。你听别人唱的那个，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，就没有那种感觉。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，他就起了那个作用。远山含笑那一句，然后他那个配乐，哈、啊，真是撼动人心啊！是啊，梁祝之前说到南平来录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跟我的震撼的就是说，他的音乐配得那么好，就是讲每一次连下去，我们唱完这个音乐怎么走的，这个过场是怎么样的，他真的是配得好，真的好，这是他成功的地方。记忆里，我的爸爸常常待在书房里，埋首在他的五线谱中。当时年幼的我，竟不知道这样庞大而沉重的工作负担会让他来不及看着我们长大。累死，这个我们受点影响，一个是精神累，一个是人的累，一个是心的累，脑的累，很辛苦。他离开我们几十年了，我们还是很想念他，可是我们也没机会再合作了。Thank you.